桂花糯米藕。桂花糯米藕以桂花卤煮糖藕，是苏州的传统名食，也是养生保健的珍品。此食品是糯米灌藕的发展。制作这道菜所用的原料是藕和江米。把江米用水泡好，把泡好的江米灌入藕眼内，用竹筷插实，再盖上藕块，用竹签连结，取不锈钢桶注水烧开，然后放入藕，加入白糖，煮至四个小时后捞出晾凉，改刀切成片，装进盘中，最后再浇上桂花糖即可。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，江米要泡透，切片的时候不宜太薄。这道桂花糯米藕的特点是，桂花浓厚，藕香味美。